one.油管股今天崩盘了，可以。这个车打四个人应该不过分吧？就你了，四级三零。是啊，四驱泵，又是手柄。200米后，左转。从这里摔下来还是没有走路快啊，抢不过别人就跑啊，抢不过别人咋办？抢不过别人赶紧去找别的点。小镇吗？小镇没有这个区。进圈跟高级车玩了，还搁外面逛。车包是固定的，你要多备几个点，但是那些固定点有没有车就是随机的。追的又杀了一个，两个 GTR， 三个 GTR。这里很难抓到人呢，我感觉。管股今天崩盘了，他应该认识我。明天发视频 A 一下。这个运气点，这个要刹车的，不刹车不行。他
他没刹车，但是他也穿过去了，确实牛啊。他是有点东西的。来了，来了，终于开在25了。这个黑柱在里边吗？我还以为是他呢，黑柱在我后边。哎呀，开过头了。安全时转向。他刚才想点我，谢谢孤寡定是我自己的，牛啊牛啊！九级拉力车限速，就是我刚开的那个。抽签了呀，打不了了，溜了溜了，哎呦哎呦，最后关头被嘎掉了，这有点难受呀，兄弟，有一个回不来圈了。三个人，我要不要跟他路线？应该没必要，把他引过来。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还有一个在圈外的，这把一对一单挑，绝！单挑完成，准备好最终对决赛。最终对决赛将在30秒内开始。他想去哪呀？他不会想带节奏吧？最终对决赛马上开始，三、二、一，出发！100米后右转。哦，他想走那个桥过来。哎呦！大问题，兄弟！没有正面撞上，但是伤害极大。恭喜，你就是淘汰之王。